嗓子也很好，不过呢，我有点失落感。你失落了？哎，我更想听到你是唱丑角的唱段了。晓得，我晓得。我是对你寄予希望的一个丑角演员，你应该更好的唱几段丑角的声腔，那么我就会对你赞赏有加了。这个呢也不错哈。嘿，您也夸了。不错。那么，因为我们丑角演员他是百变的，他啥都可以唱。有些演员直接就唱声角，有时候唱花脸，这个多才多艺，我们并不反对，但是我们更重专攻。谢谢你。我觉得他今天选择这开口，就是第一关开腔叫板，他肯定想把他的嗓子亮一下。你放心，如果他能进的话，因为他都转行了，他一定会展现老师的丑角，不要让他失望，好不好？好，一定一定。